我操！我看一下。放心，我如果你比我强，我学习一下啊。来，嗯，展示。哎，但是为什么有两个打野刀啊？打野刀。我也想问你啊。哎，我是打野啊。我是一楼啊，我一楼我就是打野位啊。啊，那我是打野啊！我看你选的点，我看你带。你们都说了还要玩这个。不是，我看你是点燃呀。不是，我看你是点燃呀。你们在搞什么？你不是带点燃了吗？要不三分钟吧，好吧，公平竞争一下，别动。哎，这路人好像掉了，没事。啊？这路人掉了。你玩恶心的是吧？你不是带的点燃吗？不是，我带的是惩戒啊！我说我打野啊，我说了的。在玩什么呀？我确实说了打野。我看你是不是打不过妖姬啊？不是恶心你兄弟，你不是你是不是打不过妖姬啊？我没有说我打不过呀，我确实是一楼。我说我玩的是打野，而且你都问了一下，你说你一开始说我带点了，我说我玩打野，后来我换了惩戒，而且我是一楼啊，对吧？我真不是恶心你。啥玩意儿？能不能行了？这怎么我怎么刚一接手就出错子的？就这啊？没事 ，Q 姐，这我的问题。不是在干嘛呀？哎呀！我操！那个点点，你咋不给我打打野啥的？啊，我没看到。你没看到也太秀了吧，我都服了。不是说是吧，三分钟吗？要不要删啊？删了，删不了呀。三分钟吗？都出来了，怎么删呢？哎呦，哎，脑瓜疼。我是这一把，我是五楼，我是打野位，怎么？拿一血，兄弟。我现在少个点呢，不然能不能拿？你能不能？你快点行吗？你不要证明吗？不是我带的惩戒，我少个点呢，你先别急，兔子。我怎么能不急呀、啊？我现在吃个冰八块钱。吃个冰八块？那哦，你带惩戒了，那你去打野啊，双打野呗。对啊，你去偷野啊，双打野呗。哇操，你在搞什么呀？为什么会被别人杀了？中路不要了呀，中路给妖姬推啊，咱俩双打野呗。你在玩什么呀兄弟？你跟我说。哇，这一血能是对面的，我真的是这怎么弄啊？什么怎么弄啊姐？下路你来的话可以杀。我来不了，我去上路干可以啊。行。死！操，这都不死啊！好恶心啊！这妖姬气能太甚、嗯。为什么我们还活着？这他妈谁顶得住啊？没事没事，我直接入侵对面野区，我受不了了，太恶心。少个点。上班他妈的还有啥？这样啊？喂，你说话呀？不是，有人选英雄都选不明白，这不能怪我呀 ，Q 姐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怪我？这是五个人的游戏啊，对吧？但他跟我说你很猛啊，这不忙啊吗？我来了，先上网吗？来，砸了，追不上了。哎呀，我是奔着赢来的，懂吗？上不了。哎，真你妈头的！
杀吗？能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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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想打个黑暗收割的。走吧。我走了。溜了溜了溜了。我回家喽。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情况，我这把是五楼，他是一楼，没事，他一楼呢带个一楼他是个男刀对吧，他选了个男刀，然后呢他本来是带惩戒的上一把嘛、哎、他不是打野位吗，他本来带惩戒的，然后他换成点燃，换成点燃之后呢，我五楼是个打野位，我选个打野带个惩戒，然后我就上厕所去了，我一回来看他也带惩戒了，你说是谁的问题，我不说。玩游戏不能玩成这个样子啊，你知道我怎么玩。他是不是觉得妖姬不好打，然后换打野了，想来打野，你懂吗？大概是这个情况。那你不会看吗？你不会说吗？你不会说？我刚才都跟你讲了呀，你为什么不听别人在讲话？你还在这里说什么呀？这嘴硬什么？那哥们儿，你为什么一楼一开始你是惩戒，后来又换成点燃干啥呀？啊？我一开始我是语音毁了你的。不是，那你换点燃干啥呀？啊！点错了，我要换召唤师技的。你点错了，跟你换你惩戒跟点燃有啥关系啊？对 ，QJ， 你应该站到我这边，而不是帮对面说话呀。我不是，我看你带点燃，我才带惩戒的，不然的话我都不选这个英雄。我不帮任何人说话，我只帮看见我的人头说话。你看你自己打了什么战绩啊？那他把我打野选的是他恶心我的，我是打野位，你搞笑呢？哎呀，我不管你们谁打野不打野，我只看谁的人头。我给你拿人头，好不好 ？QJ， 这样都你快一点，你能不能快一点搞快一点？好好好，你最起码让我看到希望好吗？我现在两眼发黑。哎，下路好难打，太难打了。哎，你这，哎呦我天哪！这他妈还追啊！变身了，蓝凯了，蓝凯。嗯，直接逼身蓝凯，哎，可以来下路，感觉不是我毙了。Q 姐，你也是相信我才来的，对吧？我榜，我榜二的，不是相信啊，因为他跟我说，他跟我说有榜二呀、啊。因为平常我找榜二打又不是很容易，对不对？他今天跟我说，我才过来的。我本来都想睡觉了，我就准备睡呢，他给我发消息说了。嗯，我看群里的信息，我就来了呀。变身了，蓝凯了。姐，我来了。能来下路吗？我来了，来，我来。来来。上我。哎呦，你看来别人，来，你看你，好好大。哎呀，能不能行啊，大哥？你在干什么呀？操，没抢过。拿到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姐，没事，我尽量去拿人头，好不？这把戳点乌龙，好吧？怪我怪我。我回家啦。好。要好好打，打得好，我吃得饱，你不也吃得饱吗？对不对？你要奔着这个逻辑去打。你妈，你打成那个样子，换谁不气呀、啊？你打他呀，他不快没血了吗？我没拿，这个妖姬。我说我有点。你去把这个蓝打了呀，你这不有蓝吗？等我，等。哦，交闪了他。姐，你上我吧。行。这边有眼，这边有眼。
有雅吗？没有雅。秋姐，既然你来了，你就相信我就行了，不要着急，好不好？我尽量的去多拉人头。我走了。OK OK。无数世界都将臣服，一个不漏。这猪妹还不好找她，她太露了。嗯。不好杀。这一把，你要杀我还可以杀，我有大招了。猪妹在我这，我操，真恶心。打不了呀。猪妹居然反凯隐的野，我只能说，可以的。哎呦，这手长的。神经病吧，这猪妹。不是吧，这猪妹啊。我操，伤害真高啊！我操，在干嘛？哎呦！哎呦！在抢头啊！他们把我们三个都杀了。这路人也不会玩，主要是没扛住。这一把来一个幽默。你还行，现在相差不是太多嘛？打个团就回来了，没事啊。加入我来了，16秒大，你有大吗？有大有大，算我。这么恶心吗？哎呀，看看别人。你们上局赢了还是？姐小心！我死了！啊，小姐，受不了你！你这个操作，我想问一下上把，你们赢了还是不了？我啥操作啊？可以啊！你别长他人志气啊，灭自家威风啊！那别人好歹对不对？六杠二你呢？别妖姬呢？我操！你自己看一下嘛！跑了吧？跑了。姐，我会尽量去拉头 Q 姐，你放心啊，你别急。嗯，我能不急吗？就你这操作，现在已经13分钟了，还这么点？你跟我说你们上马到底怎么样？上路这么嚣张吗？妈的！哎呀！哇！能来吗？我等技能。来你，那我走了。来，我有大招来。我操，没抢到900块，妈的，这900块拿到了，无敌了。哎呀！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刚才问你，我问你，你咋没理我？你说啥了？我被妖姬杀了。我说你们上一把打的怎么样？我来了，下路。不是问过了吗？我不是说了我输了吗？嗯，这输的不是太多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输了多少呀？66个。上马66个吗？上马不是3倍吗，姐？嗯。对，但我最后是66个。输了吗？我上一把拿了63个人头，我还是挺厉害的，姑姐。这把确实英雄不错了，好杀，还行吗？帅不帅？帅吗？帅不帅？走。哎呀，真的看到我很捉急。
大桌子，真的帅不帅？哎呦喂！是不是觉得玩凯隐的男孩都挺帅的？毙了，嗯、小弟吧。传承千年，哦，上一把对面拿了多少人头啊？那为什么你拿了60多个能输啊？告的赖克，他杀了80个啊！他杀了80个，他杀了80个。给蛙整自闭了，我操，真牛，他杀了80，牛逼吧，我操，我100%残团率啊，80个很多吗？这把我选择英雄了，我不选择英雄我难道我也能杀了？你不是说要用这个来证明吗？帅不帅？是不是很丝滑？帅不帅？哎呀，不你走吧，你怎么还能被卡脚呢，兄弟？我翻墙啊！光辉大招，我闪现啊，闪现穿墙啊！我弹出来了，我的帝国仍在成长。六，回家，回家差点钱。那我们这三个人差点钱，我大呢，我没大，哎操，没大呀。哇，我下次是觉得我也大，这个猪妹怎么办呢？这猪妹等一下谁杀呀？没人处理呀，太肉了。你怎么把打野刀都卖了呀？不卖打野刀，我吃经济。没有钱呢，你不管中路不就行了吗？走，咱们比的是人头，咱又不比推塔。说白了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你怎么真能跑呀？伤好高啊！干嘛呀？好减速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为什么才三杠四啊？我怎么觉得我被骗了呀？被骗了！他怎么才三杠四啊？这是榜二的水平吗？榜二能打成这样啊？你咋不说英雄选错了呀？你别总缠着榜二行不行？你能别嘴硬吗？我说你能别嘴硬吗？你打成这个样子，你还在这里嘴硬什么？说你两句，你还不爱听了是这意思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这谁也顶得住？这谁顶得住？怎么说两句还不爱听了呢？你看你自己打成什么样子啊？这跟英雄有关系吗？我跟你说 ，Q 姐，要不是我们位置重了，我去中路，我肯定能杀得多。我少了个点男，真的，不然真不是这个样子的。Q 姐，问题不大。打成这样子，你跟我说，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。
我一个把也是要有面子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我都没受过这种委屈。我知道你要面子，但你最起码打得说得过去吧，对不对？哇哇哇！你打的跟别人打的能一样吗？他在一个线上吗？哎呦，这猪妹的时候，这猪妹该肉的时候不肉，不该肉的时候很肉，真他妈服了。嘎嘎肉。嗯。啊！你打这个妖姬呀，你上呀！我呢有风龙。我操！哎呦！这都没死吗？看烦！你在干嘛呀？榜二拿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哎、我真无语了。这就是榜二吗？我差点钱。不是你在干嘛呀？你为什么能打成这个样子啊？我刚才有闪五杀了，啊、真的。之前他们跟我说榜二都是很猛的。我妈，我以为来了是接了一个。你下巴你就知道我猛不猛了 ，Q 姐。你相信我下巴真的位置重了，这位置重了，我下巴给你赢回来行不行？啊，谁打个游戏没有个失误嘛，对不对？这我承认，这我同意。这失误，小失误我能容忍，这你管这叫失误？那我真的是属实没见过。这位置重了，问题是。嗯，我属实是没见过这种事。我的发育有点好呀，我14级。哟，狗东西。哎呦，在这打的是什么东西嘛？怎么这么多中亚呀？我拿个蓝，我拿个蓝，不然走吧。拿个蓝，耶！这对面这个男的是男陪是榜一吗？我想知道这么猛的。他猛啥呀？他猛啥呀？你们不能打我。来我操、哎！啊！毒死了！你好毒，你好毒。毒姐，你先不要有，你先不要压力我。你刚上来就压力我，你还没见过我的实力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厉害的。确实是我第一面我看了你的实力，确实好好你的实力给我大吃一惊，你这实力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实力，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牛的实力，三杠五的实力，三杠五太猛了兄弟，这他妈这拿出去说三杠五的吧，太牛了，属实我没见过，这实力嘎嘎猛。下把我不办男刀，你再来一把点燃男刀好吧？点上吧，太猛了。我生平第一次见，怎么一定要打中路吗？打野难道不行吗？打难道不能打野吗？哦，你，但是、啊、你不选了吗？首先我跟你说两个情况，首先第一，这一把我是打野位，啊、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上把是打野、啊，行，你如果选打野可以，我就不选打野了。但是你打野之后，你立马换个点燃，你会让我怎么想？你来中路。你在干嘛呀？我得买个水银鞋吧。我现在没有伤害，我现在没有。你是看对面人阵容选完了，你再说他妈中单不好打，你选个打野，那谁跟你说？我都上厕所去了。你不瞎扯淡吗？你看这个妖姬不好打，你立马换一个打野。你想去打野？打野难刀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语音都说了的。我说我打野难刀。你打野难道？你打野难道？你换个点蓝。就是我有问题，啊、你也有问题，你知道吧？好吧，都你甩锅了，行不？这把算我的。肯定算你的，那还算不算我的？啊。嗯。我操，接上我，跟他聊这一波聊死了。本来这一波感觉可以杀两个的。我下注意力了吧？我想你了。上我。嗯。
就简单给个机会吗？比四 B 吧。你快点的吧，我真的我受不了一点了。你要是这水平，我今晚我估计我都得给泪，真的泪流满面了都。一泪洗面，对吧？一泪洗面。他们大龙呢？差不多都是那个意思。我们去飞一下。飞飞我看。大差不差，都是那个意思。没抢到大龙，就差一下。到底在玩什么呀？是。打成这样子，哎呀！快呀！我操！怎么玩呀？快呀！哥姐，你相信我？那刚才说算你的，算你妈的头，算你的，我操！你在装什么逼呀？都给你装完了，你他妈打个游戏不会好好玩吗？啊，真无语了。四成。什么？我没好好玩啊？什么没好好玩？你好好玩，玩成这样子啊？三杠六啊？下吧，你带惩戒去打中路呗，好不？我来把你抓，行不行？我，哎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我只是让你感受一下嘛，没事。我没啥意思。这多吓人！你是我瓜姐的朋友，我肯定也尊重你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说你什么。你还没说什么呢？你已经用你的行动证明了，那还用嘴说吗？没有干锅。哎呀，我操！我失误了，妈的！哎呦，没有干锅。我得换套装备。我失误了，我在想，我在换星矢还是换木刃？拿呀！哎，你怎么回家了？你找人偷一下。星矢还是木刃呢？这个对面上单挺肥的，反甲重攻，他们想推中了。但我现在伤害有点不够，我秒不掉，我就是我一套我打满了，我都秒。哥们不守塔吗？哥们，我看你是打啊，我一开始我都挺好好说话讲话的，但是你看你打成这个样子，对吧？我来了，操！这对面好恶心啊！怪我，怪我，这是我的问题，对吧？不是你他妈要是玩成这个样子，我真的会翻脸的，我真会骂人的。好好玩不行吗？什么东西啊这是？哇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咋这么高？妈打不动他，我操！这上单，我得换个星矢。不然真干不过他。我操，好恶心，伤害不够啊，先秒不掉他们。哎呀，你这打的我30分钟，我三个人头，你能不能行啊？姐，别放技能，别放技能，别放啊！放了会暴露我的位置。我在考。妈的，打成这样子啊！妈的，这个猪妹太肉了，她挡在我前面。你能不能去拿呀？哎呀，我真的是，哎，我怎么觉得自己被骗了呀？这么多重压吗？哇！
草山好。有奶吗姐？哎，没奶。奶没有。可惜了。我得换套装备。你要换什么？我想换个黑切，想换个十五。好像他们想一波了。别一波呀！让我起来一下，我装备太差了。猪妹，起来！你妈呀！你起来！啊！你能起来什么？有点三分钟三，别带三个人头。你可以骂我，你可以骂我，你别带父母。我说个啥呀？确实我的问题。我说话就这样，我讲话就这样，不好意思。我去呗。妈的，这个人这么肉吗？还一万，我丢。很肥，太肥了。我再带一下，我再发育一下。没有到啊！你快一点，你能不能去？哎呀，你去一下这边。那你这样打，我真的挺难受的。哇！这手猪妹选的好呀，他不是这个猪妹都炸了。说什么？猪妹有点恶心，打不动他现在。十七，他打大龙去了，他打大龙了，没打，在阴，在这个草里阴着。哎，草里阴人三两个中亚，两个肉，只能秒光辉了。没有眼吗？姐，插个眼呗。上面有大，上面有大招。那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去抓一下对面的？可以。我好牛逼，妹！哎，这边。我靠！妖姬没精神，我全是精神。哇！飞，哎，哎，这结束了，两输不了。我操，会玩。操，这球。操。没了我。这他妈的谁顶得住呀？嗯，我没了。完了完了，远古龙，远古龙，哎，我操。等一下，我去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啊，他们打野还没活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十七级，这边上单也是十七级。鞋换一下吧。哎呀，怎么换？这边控太多了。魔抗也很高。元武龙的，看看出个啥，不能丢。我感觉黑切得做，不买黑切打不动人。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呀？你这黑切得来一个。估计这龙可能要没了吧？没了已经。点点今天好开心啊！点点，哇，不行吗？开心啊！你别老说别人开不开心的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呀、啊，兄弟？
你有心思在这里聊天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能不能去想想怎么去怎么去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嚣张是吧？我别说了，下巴让他们哭了，我现在我都想哭。啊，你挖成这个样子。这哪敢上啊？我上不了。这多肉啊！太他妈肉了。哇！到了。我得买个黑切。黑切得来一个，不然打不动他。别人三十二，我才四。机会来了。你能不能切切后排呀？你从后边绕一下，找一个哪能好杀的、容易杀的不就行了吗？平时就是想办法去破呀、去打呀，对不对？你老在那边旁边看有什么用啊？看能打得过啊？看能把金身看没了？啊？来我家，好。哎呦，那个呢？他们这个远古巨龙好变态啊！好恶心。嗯，一个盾，两个，他们盾好像也有啊，但是好像不能出。他们有点恶心，他们人手金身啊。啊，我想把收集者换了。收集者换那个黑切吗？收集者换那个影魔刀，得换肉了。想想办法。换了吧。也不行了，嗯，三十三个，一个 AP， 两个 AP， 三个 AP， 四个 AP， 四 AP， 行，你等我，等我，嗯，走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你看你打的。这都能被人控的啊，这都能没人控的，打成这样子你怎么打的？好加速，这个技能你都能吃，你能不能上呀兄弟？我好杀，好杀是呗。操，这有视野吗？哎呦，你在玩什么呀？你在玩什么？我想知道。不掉血。这什么伤害？这英雄太肥了。一上来就被人控住了。我出个巨蛇之牙。怎么能打成这个样子啊？为什么能打成这样子啊？ OK， 三十七，打到现在四个人头，你在玩什么呀？我真的我是被骗了吗？是吧，确实我前期没起来，不行，不好杀人，他们都起来了，感觉有点难受。怎么别人就能杀你不能杀你？为什么老是在找借口啊？你能不能不找借口啊？你拿来找借口的这个尾部功夫，你就可以去多去杀点人啊。这么狠吗？这能不能好好玩？我没有好好玩，我怎么感觉你没有在好好玩啊？好杀。杀太高了，巨蛇这牙打了没有断，我还好吧，我全队只有你，只能指望你了，我尽力吧。他们装备都起来了，全起来了，也
主要是这把前期确实我到别找借口，真的别找借口，我谢谢你，你找借口这会儿功夫，你不行你就去找找看能不能有机会，你别下一把了，你就这一把能不能打好。得守一下兵线，你打游戏怎么打成这个样子啊，你去清线呀，你去带线呀，你去这中路的线呀，我他妈我在带上，我跟你说话呢，我不是在带线吗，你没听到吗，我这边有个猪，他们应该是要，我跟你讲半天你话都不说，我一说你就立马就说你在说，他们要打远古巨龙了，真要打，你看再打，全他妈是中亚，是啊，全中亚不好清。哎，接奶我。哇，你上呀？有奶吗？奶过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打一个，再打这个猪妹。加没了。加没了。这么变态吗，我操好low的猪啊，为什么这个人还亮牌啊，好啥，哇塞，装什么呀，远古巨龙行，特 A 哇加没了，手就加了，加没了，真是我，可惜姐，打成这样子啊 ！Q 姐事不过三，你当这是什么啊？还事不过三呢？还行，打能打成这个样子啊？我第二把跟你赢回来，好不好？